球，让彭振敏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今天有2000个风车纸扇可以让现场进场的球迷朋友来索取。打击的张振伟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上面真的是比往年来要来的好得多。陈江河要突袭短打，这个球点下去，阿福要跟陈江河赛跑。阿福最后也是奋不顾身，用扑的，然后手套去碰垒包哦。掉度多少都出一些问题。再来看一次这个球，陈江河其实点的位置还不错。没错。杨建福最后是用右手，是用右手，确实是先碰到垒包没有问题，但是跟陈江河发生了冲撞啊。是。两个都很拼，没错，只能说这个 player 真的可以看出来，两个选手都还蛮拼的。但是就阿福来讲，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说，如果他用拿手套那只手去触垒包，基本上就还好；但是他是用投手的球的这握手的球去触碰垒包，基本上就比较危险。因为如果刚刚就陈江河这个位置的话，他如果就是不小心的话缠到他的手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一些蛮危险的一些 play 的。打击陈冠任目前的球速是两好球两坏球，变化球进到了好球带，陈冠任遭到了三振。棒球场上的智慧。打击的周思齐插棒被捕，遭到了三振。一垒上的王胜伟会走吗？两好球没有坏球。这个球主审直接裁定黄世豪已经出棒过半，遭到了三振。也，那张泰山呢是牛队的 DH 啊，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看哦，下一次上轮他上来打击的时候，牛队这边会不会换代打，也许就可以知道张泰山的状况如何。三垒方向，威纳斯这个球接起来之后先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，这是双杀打 double play。 他就会去出棒去打这一颗球。先回场上来看看这个球，在右边方向，火哥张建民跑到边线，把这个飞球给没收进手套。整个手背的布阵哦，右外球本来就比较靠近线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那再让整个火哥他从以前在外野手背一些横移的速度本来就蛮快的，再加上比较靠近线，都不用太客气了，因为对手也没有在守你的话，你能多进一个，基本上都是个好事。手蓝少白把这个滚地球给拦下来，非常精彩的一个 nice play， 也结束了这场比赛。